前面四个蛋蛋是什么？让我上前一试。软绵绵，但是一点也不粘，原来是纸粘土啊。Hello， 家宝们，你们想拥有皮卡丘喜欢的纸粘土吗？好玩而且不粘手。今天姐姐教你们制作，首先要倒一些淀粉，然后加入三勺面粉，这就是做出纸粘土不粘手的小秘方，经过姐姐多次研究得出的结果。然后加洗发水，可以少量多次的添加。一直到可以揉成面团，不拉丝不粘手就 OK 了。为了更好看，我们加上一些颜料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姐姐心里就会玩一个颜料不能沾到手上的游戏。还可以来玩叠叠乐哦。大家学会了吗？赶快把这个秘方也分享给好朋友吧。记得点亮小星星哦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下期见。